咗一條好好玩嘅行山徑，起點咧係沙角尾村，途經灣曲坑、香蕉欄石河、仙人短象台，最尾咧會到我摯愛嘅灣曲山落山。今日犀利啦！我邀請到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同我一齊行山，就係24米嘅阿肥，所以大家唔好行開啦。由西角碼頭出發咧，大約15分鐘咧就會到沙角尾村噶啦，而大約40分鐘咧就會到達灣曲坑。起初你行嘅時候咧，就會係全部都係大塊石嚟嘅，咁雖然就唔係好辛苦，但係就少少吃力啦。咁沿途你經過見到嘅咧，就係香蕉蘭嘅植物啦，所以呢條石河咧就命名為香蕉蘭石河。咁而今日嘅重點咧就係仙人點象台。其實如果你問我咧，我都覺得呢一條路線好好玩啦，同埋本身咧我真係冇見到有人行呢條路線啊，今日咁所以都唔熟呢一條熱門嘅路線啦。咁如果你真係想行嘅話咧，就記住戴手套，同埋落雨前後咧都唔好行啊，因為我哋今次行嘅時候咧都係落雨之後嘅一日，所以都有少少跣嘅。咁同埋記住揾人陪你行啊，因為其實咧風景真係好靚啊呢度。我有野豬啊！哦，可能是狗的，可能是狗，不怕，你怕我的，怕你，是啊，你怕我的。可能中了暴獸氣啊。我發覺女仔行山是大膽很多的，是啊，真的女仔行山很大膽，即是她們不知道有多危險，所以她們不理的，我們反而呢年紀大了多顧忌，我沒辦法，唯有跟著女仔行。你有冇谂过咧？捉住条树干咧，跟住原来一捉落去系蛇啊！啊，仆街！原来系条蛇，大领落。好啊。咁你会点？我哋咪大叫。系咯。会大叫。小心啊！小心啊 ！OK OK，Thank you， 我睇住，我会睇住。跳级啊你！OK OK OK， 你我你拍紧啊？系啊，拍紧你哋啊？系咩？拍紧我哋咩？系啊，咁讲啊嘛。有冇型啲啊？有冇型啲啊？可唔可以最型啊？最型，最型，最型。呢度有冇得型？呢度有冇得型？呢度型型啊？咁样。有。哇！好难听啊！呢个真系掂唔掂？掂。是不是 kind of achievement 咁？我覺得是的，因為就算無論你行幾多次那個山，或者行過幾多次那條路線，都是會辛苦的。是。無論怎樣，不會輕鬆的，都是會辛苦的，都是出曬汗、飆曬油的。我還要污糟邋遢。是啊，但是當你上到嚟一個咁靚嘅位置，你就會覺得很值得。你看看條石河。
呢度就系绝世武功个内容啊嘅开始。呢度上去要几耐啊？大概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，好短嘅啫。五分钟。咁又唔止，我谂差唔多啦，系嘛？过咗呢个石河就系噶咯喎。系啊系啊，跟住就去嗰、那个，我哋可以爬嗰嚿石咯。O K。系啊。但系我今日装备点？个鞋底咁样爬唔爬到噶？请问？Hello， hi， hey， hi， hey。 我哋俾心机。加油啊！知唔知啊？加油啊！靠晒你啦，今日。好阴功啊！唉，睇佢。我真试过一次咧。真系啊。Hi，hello， 加油啊！知唔知啊？我哋而家身处弯曲坑啊，过咗呢个弯曲坑之后，就会去到香蕉蓝石河嗰边嘅爬石啦。我首先要过咗呢一堆嘢先，系棘嘅，因为今日落完雨啊，好跣嘅。今日又着错鞋啦。你觉唔觉得识错我哋两兄妹？Are you sure 呢度爬上去？咁样？冇啊，冇错啊。What the fuck, man？ 嗱，攞嚟坐啊。OK， 系啊。哇！快脚喎，健步如飞喎。啊，有攞呢下得噶啦。嗱，收完。哇，原来冇，原来你冇熄机嘅。系啊，我冇熄机噶。啊。始终佢都有翻咁上下啦，连枝啊，估唔到今日一出嚟就係變咗咁樣嘅情況啊！但係我哋而家只係喺個絕世武功嗰個目錄嗰度，我哋仲未去到絕世武功嗰個內容啊！大佬話你知，睇下幾靚其實。又冇辦法啦，冇可能有膠水噶嘛喺呢個時間，咁我就決定試下將個鞋帶兜一個圈啦。咁其實咧，今日咧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佢就已經係有甩底嘅情況。好彩佢都幾生性，行曬成個叫做香蕉南石河啊，先至犧牲啊，叫做我睇下可唔可以搞到先。好嗱。咁就勉強可以放喺鐵桶裏面燃燒啦，掂個碌蔗，行住熬住落去咯。Yes。如果大家中意睇我嘅片，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、like 同 comments， 仲有記住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